台北一空一确定，今年跨年宴会要照常来举办，也是全世界少数在疫情期间办跨年宴会的国家。这个宴会造型甲灯光还搁在讨论，也毋过长度一定会维持300秒，未来求水。今年跨年想要看烟火，台北101终于正式松口，跨年烟火会照常举办，而且长度不缩水，一样是300秒。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各国烟火表演拢无消息，像美国纽约的世博广场确定取消。114年来头一摆改为线上举办，要日本东京涉国的跨年晚会嘛停办。澳洲雪梨大桥烟火表演虽然还未确定，不过也真有可能因为疫情来划停。台北101讲为了鼓励大家士气，这个月才确定讲要继续办。全世界的跨年烟火只有101可以看的话，那当然全世界的各大新闻台的转播是不会少的，对台湾会是在国际的能见度上会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大家最关心的烟火造型，要配合的灯光，一空一空拢要伫讨论。目前估计会延续最近两年的惯例，会找台湾专业的烟火团队来设计。旅游专家讲，若是今年一空一的烟火宣传了好，可能会阁带动国内游览。可能会激发一些民众的荣誉感吧，或是希望说，就这个可能有些人就专程上台北来看。2020受到疫情影响，民众拢真郁卒。年底这场难得的跨年烟火表演，大家拢真期待。